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不奇涛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411集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话呢，来给大家做这一款呢是世代精选系列的宇宙海贼，什么 TT 社官网限定的版本。先前的话呢，其实有推出这个海鲜合体。那么海鲜合体的话呢，比我们眼前这一套以白色作为基调的这个模组相比的话呢，海鲜合体的话呢是可以，第一，它两个不同点啊。第一个是它是每一盒每一个角色是单独分开去买的，第二，它还多了一个角色，所以是1、2、3、4、5。海鲜合体原版的配色的话呢有6个，但是我们这一款的这个整个是一个大礼盒包，一次就5个，统统买齐的呢，而是只有五个玩具。那我其实之前也有入宇宙海贼那就是海鲜合体的原色版了啊。那后来我把那一款出掉了，然后买了这一款啊，因为有人跟我说呢，这一款的人物设定里头有一款是女性角色，所以我就着了女性角色的道啊，我就很现在你去网络上查一下，你会发现呢，我卖掉的那个东西呢，现在价格升天了啊。然后我买的这个的话呢，现在是价格是往下掉，非常的后悔啊。人生中呢，莫过于此啊。人生中悲伤的事情呢，这属于其中一件了。但是也无所谓了啊，其实我已经放了很久了啊。那就想说的话呢，就拿出来拍一拍吧。那它整个都是一个白色的基调，那放久了之后呢，会不会黄化，这个很难说。那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基本上是属于一个兽形的状态啊，这个是属于一个食人鱼的一个状态。然后的话呢，我们大概简单看一下都知道，这个结构的话呢都是比较简单的。然后金色的图章，头部的话算是它最大的一个亮点了啊。然后呢是这个尾巴，这里可以动啊，变形的时候它拆下来会变成枪啊，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是变成一个枪的。然后后面这个第二个的话呢，则是一个比较新颖的模具。这个之前的一些官方的一些合体啊，我是没有玩过这个模具的。它是一个轰鱼的一个状态，然后它单独配给它的武器呢特别的多啊，一个那种什么 laser beam， 还有什么 laser life 雷射来福枪啊，雷射激光炮啊什么的啊。眼睛也是一个红色啊，都是一个绿色的眼线，红色的眼珠啊。这一款轰鱼的话呢，看上去还蛮有趣的。然后的话，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也是有一个支架可以把它撑起来的。然后这是一个本体了啊，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乌龟啊。这个牙齿的话呢，做的非常的尖锐啊，非常的尖锐，但是不会割到手了啊，但看上去还是挺吓人的。然后就上面的一个龟壳啊，是一个巨大的盾牌，是在后面这里。那它的话呢，这个关节的话呢，是刚光看这样就觉得是有点松啊。这合体之后的话呢，我都是有点担忧它的一个紧实度了。它的这个炮的话呢，这里的话就可以拿出来的啊，可以把它单独把它给拉高一点点，往左右的话呢，可以做一个不同角度的调整的一个发射。包括的话呢，它的这个炮本身呢，这个也是可以拿出来的啊。如果你这样也是可以把它给伸长啊，再把它给扣进去啊，端看你个人的喜欢。这是属于它的一个。火力的一个个别方面的展示啊，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可动还是有啊，有一点基本的可动了啊。那头的话呢，是可以稍微动一下而已。那我可以看到它这个派系啊，是属于 BW 系列的一个派系。那再下一个，这个模具可能大家比较熟悉，这个在这个至尊神里头的时候，球与鬼的那个其中一个成员，就基本上差不多啊，好像只有后腿不一样，它简化了一些关节，变成一个大脚板。那本身是一个鲨鱼的一个状态啊，然后这个头啊，我觉得也是做得好看。这几个怪兽的头啊，我觉得做得都好看啊。这个站立的话，就整个是，直接趴在地上的。然后最后的话呢，这个丑的要命的这个头雕啊，但是也有几分喜感啊。这个一看就是海底的这个生物啊，章鱼啊。其实这是一个，按照设定，这应该是一个女性角色啊，非常有点像至尊神里头的这个克罗米亚的那个。模具下去做一个小小的改变的啊，这人的手啊什么的啊。那这个武器的话呢，平常如果你觉得它蠢的话呢，是可以拿下来的。但是我是觉得它这个洞啊，手爪上那个洞啊，你就把它这个枪放上去，就感觉好像它是可以，好像拿着枪啊要跟你对决一样，多了几分的一个喜感啊。那么呢，这个呢就是他们的所有的一个兽形的状态。而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呢，它还附带了4个拳头啊。那4个拳头的造型呢是完全都一样的，那每一根指头都是根部有关节啊，然后内部都有洞可以安插武器。那除了4个拳头之外，还有2个脚掌。脚掌这个部分呢，这块部件呢，金色的这个脚爪的部分呢是可以拿出来的啊，拿出来之后这也可以当脚掌用，然后这个可以给其他角色呢当成是一个武器啊，当成是一个手爪放在一个武器身上也是可以的。那其他的话呢，有一个短剑
短剑的话呢，你当然可以单独给任何一个角色来使用啊。那我们就直接的话呢，把它其中几个配件啊，就把它给先组合成一把大剑给各位看一下好了啊。这个大剑从这扣上去，另外一侧从这把它给包上去啊。这一次的话呢，我应该会把它分成两集来做，因为呢，我的这个目前的这个影片容量比较大啊。以 B 站的话，好像还是哪个网站，它有一个限定，好像超过10G 还是多少的话是没有办法上传的，所以这一集我会把它分成上下两集。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很诡异的地方，这个塑胶这里是这个有点泛黄的白，但这边是一个灰色啊，也不知道为什么两侧是不同的一个塑胶的一个基本配色，这是它的一个大件。那其他还有一些枪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些啊，就各位就知道一些都行了啊。还有这个主力的一个大枪。上方的话呢是 OK， 也是坑坑洞洞啊。那这些部分的话呢，都可以把其他的小武器呢给安置在上方。那我们进到它的一个变形的环节啊，我们先从这个鲨鱼开始变形好了啊。先前在至尊神力的时候呢，有一个相同模具的，那它的话呢，这个地方这个合缝的话呢，这一侧比较大。另外一侧的话呢，我能够合得比较好一点啊，但是呢，实际上把玩的时候呢，还是比较容易去崩开的啊。那各位也就不要太纠结了啊。然后变形的时候，我习惯是从这个地方先把这个部件给打开，两侧打开之后的话呢，就把这个腿部的话呢，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打开，然后做一个往外伸长的一个动作，它就是一个连接杆，把它给往外伸出来。伸出来之后的话呢，这里的话呢是有一个凸啊，那对应的话呢，在这一侧啊，它是有一个洞的啊，在这里。除了这个凸扣这里之外，这里有一个凸反扣回去啊，不能够让人家占便宜，对不对啊？你扣我，我当然也要扣你了啊。然后呢，这个脚的话呢，就侧边就这样扣上去就行了。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是把它往内推进去啊，这个形状把它给合上去就行了。另外一边的变形呢，也是一样的啊，从这里把它给往外侧踢出来，踢出来之后的话呢，合上去啊，这里里面都有对应的一个结合卡扣，把它给扣上。然后呢，这个有个凸嘛。对不对？对应内侧是有个洞的，把它给扣上去。那这个，我想起来啊，我当时呢在买这个玩具的时候呢，有朋友劝我说为什么要买这个东西？我说就朋友推荐啊，说是一个 TT 社的什么官网限定啊，所以我就买了这个样子啊。那当然了，我买东西的这个习惯的话呢，啊，可能是比较不好的。那我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啊，其实买官方的合体好像都是买半成品啊，啊，这个的话呢，我个人是不反对这种言论了啊，确实是这个样子的。那这里的话呢是有两个凸跟凹，啊，在这里把它给扣上去，啊，就完成了这个家伙的一个变形了啊。基本上呢就是啊，还是比较松垮的一个感觉。这个地方这个球关呢，我感觉是非常的不牢靠的，然后后方的这个插槽啊。这个呢感觉也不是说非常的稳，原则上的话呢啊，包括了这一块部件，其实这个地方中间是没有打这个铆钉什么的，在变形的过程中呢会去掉落的话呢，可能也是常有的事情。那头的话有点意思，它这个头啊有点像是这个狂派的标志，对不对？有一点像。那身上的一个细节是比较接近卡通的，然后整个白的跟蜡烛一样啊，呵呵，就感觉就不是那么样的一个明显。那根据说明书啊，上面的一个配置呢，它是配了一把刀跟一把这个大枪，这个枪还相较它的身形来说感觉比较大一点啊，应该是握这一边啊，握另外一侧的话就握不上去了啊。那么这个手腕的话呢，是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那拳头可以动啊，所以的话呢是以低级来说拳头可以动的玩具是比较少的，但整体来说啊，这个人形的表现呢也就是还是比较一般啊。这个后面这么大的一个兽形的这个后肢在后面，背包啊在这里。当然我相信啊，如果你都已经决定看过这个官方的这个 Commander War 之后的合体啊，我相信这个家伙的表现应该还能在中等的阶段吧。再来的这一款食人鱼呢，它的一个变形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是这几款里头的要求精准度比较高的啊。首先的话呢，我们把这个手上的这个肩上这个武器给拿下来。那么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手啊是这样折叠进去的。那在这个变形成鱼形的时候呢，球形关节朝外啊，我是觉得会比较好变了啊。那我们第一个步骤呢，从这个地方把这个
尾巴给拆下来。尾巴的话就是鱼形态的一个尾巴，翻折过来之后呢，它就会变成是一个枪形态啊。但是非常可惜，它没有办法固定住啊啊，就是只能够暂时摆成这样子了。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直接从这个地方把脚的话呢给往上拔出来。它的一个地方有一个结合卡扣啊，你看到这里有一个灰色的凸，两侧都有，对应脚内侧啊两个白色的凹，就这样子把它给翻出来，两腿做一个简单的打开。打开之后的话呢，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地方给做一个合并啊，从这里合并上去。脚的话往后推啊，你如果往前推的话呢，啊会造成一个斜肩，你看，这样斜肩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着地，所以只能选择把它往后推了。然后的话呢，这个腿的这个结构啊，跟刚才的那个鱼的话呢是完全一样的啊。这个地方应该先把它给松开啊，再把它给扣上去，这样扣上。然后的话呢，这个部件啊，你把它扣上来。哎呀，外面在放烟火了啊！这个中秋节的连续假期啊，所以这个外面有一些烟火。哎呀，放这个烟火放的太灿烂了啊！哎，好，这样子腿的话呢就不会蹦开了。再来的话呢，就把这个鱼头啊直接往后面放过来。那放过来的时候呢，各位留意一下，这里有两个连接杆啊。这个连接杆的话呢，要帮我们呢把这里有两个凸，它要扣进去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这个凹扣到这里头去啊，就这两边这两个凹。那你扣的时候呢，你这样子扣条往下掉也是扣得到，你也可以这个往下再往上这样扣也扣得到。那我的建议是这个地方把它朝下一点之后再往上面这样上来，这样子去扣的话呢啊，它的一个后面的这个背包呢是比较不会蹦开的。如果你反过来的话呢，我认为啊，它的一个扣法是比较不完整的。大家记得，这个横杆在这个地方是先往下一点点，然后再把它往上提，这样子来扣啊，这个背包的话呢，比较不会在后面的把玩具爆开啊。这个是经过数次的实验，我必须要讲啊，这个因为我事先变的时候发现说奇怪啊，怎么变的话怎么一直爆开？后来我看了一下说明书。好像是我这个转的这个方向是不太顺位，是不太对的。好，那么呢，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一款食人鱼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它的一个特点是它这个头盔啊，个人觉得非常像，除了两侧没有人脸之外，像不像双子座的黄金圣衣的这个头盔啊？非常非常的接近啊。然后加上这个黄金圣衣，不对，应该说圣斗士星矢里头戴上头盔之后啊，眼睛都会自动打马赛克或者是说黑掉啊，所以这个感觉是真的还蛮像的。那么它刚刚的话呢所配置的这个自带的这个武器，就鱼尾巴的这个是属于它的一个专有的一个配备了，就把它给安置上去。但这个枪比较重啊，然后它这个拳头有时候你看支撑不太住，有时候会往下垂，那这里也没有锁扣啊，算是这个模具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缺点了。然后它另外按照说明书所配置的是一把金色的长剑。那么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款食人鱼的一个变形过程。那它的话呢跟这一款这个鲨鱼的话呢，两者都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毛病啊，就是这个兽形态的一个后肢都是如此垂放在小腿后方，以及兽头的话通通都是背在背后的。再来看到了这一款轰鱼啊，对我来说是比较新鲜的一个模具了啊。那它的变形的话呢，其实也差不了多少。这个脚的话呢，我们可以先把它给往下啊放下来，然后脚打开之后啊，它的一个腿开呢是从侧边的一个开法。那这一侧比较紧啊，这一侧比较紧，翻出来之后啊，一样的记得把这个地方这个卡扣呢给扣进去，这个部件往上面翻。然后呢，脚的话呢就稍微收纳一下就行了啊。它的这个腿的话呢，内部的话呢是完全是空的啊，也没有任何的一个遮盖。然后外面现在已经是不停的在放烟火的感觉了啊。然后呢，这个头的话从这个地方给掰开啊，你可以发现呢，掰开之后的话呢，它其实是人物的手把它往下给放下来。然后这个地方稍微推一下啊，透过这个地方有一个凸啊，这个把这个手臂给转出来。这里也是一样啊，稍微推一下，等推一下啊，稍微辅助一下，推出来一点比较好，把这个手给放出来。它的一个人形的头呢藏在这里头啊，往下掰下去之后，这个部件先翻开，把头给放回去之后，这个地方再折叠上来。折叠上来之后的话呢，这里有一个凸跟到那个条在这里，这边也是一样，把它给扣进去。然后这个部件就是这里有一个洞跟一个凸，把它扣上去啊，非常直接非常简单的一个扣法，
就把它给扣上去了啊。然后这个翅膀的话呢，你就稍微去举一个你喜欢的角度，然后腰转180度，这一款烘鱼的一个变形过程呢就算是完成了啊。啊，这款蛮帅的，首先它的一个腰身啊很细，可以动，全都不能转啊，其他地方大概你想得到能动的差不多都能动。这个面雕可以说是做得很好看，我觉得是人脸造型的一个一个算是里头的一个帅哥型那个呢形象了。但是这个小腿内侧啊是完全是空的，然后根据说明书的话还是配置的是一把这个雷射枪，然后这个的话呢是变成大剑的时候的一个组合的一个部件，在这个时候就是类似是一个弯刀还什么造型的一个感觉，站立性还挺好的，虽然说翅膀很大，但它脚后跟啊什么的其实还是比较稳固的，后方呢没有任何的背包，就是翅膀而已啊。严格来说啊，几乎是零背包可以这么说，但是背后啊就整个是空的。那这个翅膀的上面的细节比较多，那武器的话呢就不需要取下来了啊。整体来说的话，这一款烘鱼的完成度呢我觉得是比较高一点。再来是我们这个礼盒包里头的颜值担当啊，绝对会有一张让我们印象深刻的脸孔。这款我大概讲一下，它在变形的时候呢，记得啊，人形变成兽形的时候，这个腿是要往前屈一点点啊，这样这个脸的话呢和密合度才会好一点点。那么这款其实变形的时候它是要反过来的啊，这个人形的手在这儿啊，这样一看你就知道了啊。我们可以先透过这个双动关节把它往后面推啊，这个地方扣上去啊，这个手臂的变形就算完成了，这个地方把它往后推，这样拇指这一般。然后呢这里可以先把它给打开，这里也可以先打开，我们先把这个头给翻出来，这样你就对它的一个人形的一个形象更清楚的一个了解了。接下来的话呢，其实呢它的一个身体的上半身跟下半身中间有一个裙子或者是说腰带的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就是要把腰带的部分转到后面而已，但是这样不好转啊，所以的话呢我们就是先整个的啊，整个下半身整个转过去，然后呢再针对只有下半身呢再把它转一圈，等于是把它转回来。哎，这个时候的变形已经差不多完成了，这个时候脚就把它给打开，然后这个脚啊我把它一翻出来的时候啊，我就想到了这个至尊神力还是什么围城吧，克罗米亚还是谁啊，就这个脚还是月娇的脚啊，这个身体你刚才看出来了吧，就是那个模具啊，它的一个样子在这了。然后的话呢背包这个部分就是指的把它往上提啊，然后是我记得是这样，它这个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更好的一个扣紧啊，从这里记得是这里把它给咬合起来，看得到啊，把它给扣上去啊，就只有这样了，没有其他的一个做法。然后呢这个章鱼的脚啊就往后放就行了，以及这个部分你也可以把它往后推，就是原本这个章鱼的也是章鱼脚啊，只是说拿来反过来支撑身体的这个部分啊，通通把它放到后面去啊。啊，总而言之呢，千手观音的一个形象呢就出现了啊，而且这是一个，应该这是女角没有错吧，都带着金色的这个对不对，胸衣了啊，呵呵，那背包啊非常的巨大，可以看得出来很明显非常的大，但是站立性还好，因为它的这个脚底板非常的巨大。面雕的话呢就给各位看一下啊，因为涂上了一个银色的漆啊，这个啊显然这都是圣域来的对吧，也是带着面罩的女性圣斗士吧。那涂装是比较潦草一点啊，真的是比较潦草一点，这金色的点缀可以说是并不是很精细啊，然后全身都是白色的蜡烛一样的一个感觉。那后面的这个可以再给各位看一下，你看后面这个白色的漆面也不是说很漂亮， anyway 反正这一款的各种做工啊什么的我个人是觉得是还蛮廉价的感觉了啊。或许就是我朋友说到买官方的盒底就跟买个半成品是一样的，但这一款的一个你这样正面看的一个这个，特别是后面这么多手，我说如果你把它当千手观音看的话，你可能觉得它还蛮庄严的吧。我们最后来到本体这个乌龟的一个变形啊，那这个变形的话呢，第一个步骤呢先把后面的龟壳给打开，龟壳打开的时候有三处结合，一二还有这个地方这个结合口啊，暗中观察的这个头在后面，这里打开，还有这个地方最后这里锁扣，把它给松解开来，然后呢是从这个地方往下啊推一下就可以了，解开了，两侧都解开。解开之后的话呢，这里有个双动关节，我们先把它给往内推进来，往下面翻下来，然后这里有一个白色的一个凸啊，扣进这个黑色的这个洞里头去，这里先把它给直接扣上，转进来之后就给做一个扣上，
好，到这边，然后这个部件的话呢，往下面按下来，然后旋转180度。如此一来的话呢，到时候的话呢，我们的人头就会在上面出现。那我们也可以先把这个头给翻出来了，这个地方头给翻出来，然后呢，这个地方卡扣呢把它给扣回去，从这个地方将它给扣回去，好，扣上，这个地方没卡到啊，这里，好，扣上了啊。再来腿的话很简单，从侧边这里啊进行一个解锁啊，这里就有一个洞，这里解开，这里也是这样解开。解开之后的话呢，这个地方啊，这个武器应该是要拿下来的，先拿下来，这里是一样，这里转拿下来，退回去就可以了。然后的话呢，这个脚就把它自然而然下垂，自然的往下放就可以了，到这边。然后的话，我们把这个后面这个地方推出来，转到前方来，还是怎么造？反正我是看斜肩来认啊。其实这个造型没有很熟悉的话，就是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常识去判断它的这个转过来这边。好，这是它的一个斜肩，我们就把它转过来就行了。然后手臂的话自然而然下垂。这个部件的话呢，这里有块部件，它的做法呢是把这个手啊，不对，哦不对，哎，也是手啊，这个乌龟的这个脚翻到后面去，这里一样。自动翻下来就可以了，这个都是很直觉的啊，这个也是官方玩具的一个合体系列，就是这样子啊，就直觉的就可以完成。它是好玩，但是就没有办法兼顾到很多，比方说所谓的美型度啊，或者是一些种零零种种啊，可能都会有一些小瑕疵。然后这个最后就是把这个大炮一样的把它给扣到身上去。然后这是一个它的一个盾牌啊，就直接的将它给扣上。以及默认的话呢，这个本体的话应该是要拿着一把长剑了啊。那么呢，这个就是它的最终的一个人形态的一个展示。